那接下来是一个百香果，刚刚已经咬了一口了。这是我爱你的意思，这个手势，谢谢宝宝们。这个皮挺好吃的，这个皮呢就是能吃这个皮，凡是能吃百香果的皮，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类人，最最幸运的一类人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大家能知道为什么的，在下面留言。品格等一会儿还没连上，都在努力的在嚼，还没注意力还没去跟他连。能吃百香果皮的人，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人，幸福的人，因为牙挺好的。先吃一点籽啊，哇哦，一下子冲到第34层天了。第34层天酸爽哈，意思就是天外天。用个勺子，皮就吃半个吧，不然太撑了。今天吃太多了，行吗？昨天是吃了一整个皮，吃铁皮，铁皮很贵的呀。百香果就吃到这里了。